给妈妈，先给妈妈，妈咪一起大螳螂。当给妈妈，先给妈妈，下手别上。鼓掌。当给妈妈，先给妈妈，我们一起当当枪。当给妈妈，先给妈妈，人被妈妈来摇。快乐六十秒。哇，现在可六十秒做什么呢？对对对，蝴蝶。不然就变成蝴蝶结啊，好可爱的蝴蝶啊！没错，我们就是要用这个纸来做蝴蝶哦。好，那小蜜桃姐姐准备好了没有？我准备好了。好，那我也准备好了。现在我们倒数计时六十秒，计时开始。首先我们要准备四条这个纸条哦，两条蓝色，两条粉红色，然后我们在中间的地方这里沿上刷面胶，然后把它撕掉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卷成一个六的形状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要像这样子往里面。把这个圈圈粘上去，不知道时间还有多久。两个蝴，两个六粘在一起就变成一个蝴蝶了，像这样，耶，完成了！好紧张啊！我看你哭了，苹果姐姐，耶，好像也蛮可爱的。不过我的比较瘦一点，而且呢，我在家里还做了另外一种不一样的哦，噔噔噔噔，就是这样子。哇，你看，你看，有不一样的蝴蝶，对不对？真的。六，然后我下面再加了两个小圈圈，就变成更大一点的凤蝶了，好漂亮啊！耶，太好了，我在时间内完成。我刚刚差了一点点，没关系，我待会呢要用这个书面纸来做团结力量大哦。没错，而且我们还用这个纸啊做成花的样子哦。花的样子大家要不要看看呢？好啊，花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呢？就看我怎么用这个书面纸来做成我们的团结力量大咯。好，苹果姐姐加油，那现在就进行我们的团结力量大。小朋友是来自哪里的？是比比狗狗，比狗狗的爆米花姐姐。大家好，被太阳烤的焦焦的焦糖哥哥。欢迎焦糖哥哥和爆米花姐姐哦。嘿、hey, ，那今天苹果姐姐，你要怎么用纸来扳回一城呢？很简单，接下来看我怎么做了。首先我们准备一个长条形的书面纸，像这样子的长度，接着呢我们在这个长条的其中一侧呢粘上这个双面胶，像这样子从头到尾都要粘好哦，要对准齐，然后对准侧边，慢慢的粘过来，好，一直粘到尾端，像这样子把其中一侧粘上双面胶就可以了。那小朋友现在可以开始动手做啦。双面胶，那现在我们在下面这一侧呢，没有粘双面胶的地方，要用安全剪刀，在0.5公分的位置呢，像这样子剪一个直条，然后要一直剪下去哦。好，那很简单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把这一整条呢，通通都剪成0.5公分，然后一长串呢。那小朋友现在可以开始做了。Thank you.
好，小朋友的须须肉已经剪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要拿出我们的噔噔噔噔秘密武器，就是这个泡棉管呢。好，我们准备一个像这样长度的泡棉管，当然小朋友如果要准备更长一点也是可以的。好，那我们把刚刚呢已经剪好须须的这个纸条呢，上面的双面胶我们把它撕掉，然后撕掉之后呢，我们要把这个须须呢贴在这个泡棉管上面哦。贴的时候有一个小诀窍，一定要记得喽，就是我们在贴上去的时候要这样子，有一点点斜斜的哦。须须要朝上啊？对，须须要朝上，像这样子，有一点斜斜的往下贴，因为待会呢，我们要把这个须须呢卷在这个泡棉管旁边，像这样子，有一个宽度。然后循序的往下卷，像这样子哦。然后我们刚刚为什么要准备那么多须须的纸条呢？因为我们需要多几个纸条才能够接起来哦。小朋友的纸卷都已经卷好了，卷好的纸花会像这样子哦，都向着同一个方向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要用我们的手从上面开始，要像这样子把它打开，往下弯。待会呢，它看起来就会像是一朵盛开的花一样，要像这样子。而且呢，小朋友可以选择不同的材质哦，像我刚刚呢，还用名片呢做成了像这样子的，哇，另外一种纸花。什么？你是不是要做那个鸡毛毯子？不是，哪有那么简单？而且这边我还看到有一个是你用海报做的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你看好酷哦，把海报剪成纸花，也可以做成另外一种图案，而且又有一种特别的颜色哦。哇，小朋友的纸花都做好了，赶快秀出来给我们看！耶、yeah!！别做这么多这个纸卷条，它做什么呢？大声告诉我是什么？孔雀，孔雀，你说孔雀后面那开屏的羽毛是不是？对，然后是不是像这样？哎，咕咕咕咕咕咕，哎，有没有可能呢？我们等一下就知道了。耶，皮皮，告诉大家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何玉伟。何玉伟，告诉我，你觉得苹果姐姐做这么多这个纸卷条，集合在一起会变成什么呢？你猜猜看。椰子树，椰子树，你是说很多集合起来变成一棵很大的椰子树，是不是？是。哎，有没有可能呢？哎，这个绿色的好像可以变成很像的样子，或是是彩色椰子树吗？等一下就知道了。Hello， 弟弟，告诉大家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子云。啊，子云你好，告诉我你觉得这个纸卷条集合起来会变成什么呢？海底世界的海草。海底世界的海草，你是说好多个放在一起当作海草后变成一整个海底世界，是不是？哇，很有想象力，会不会是这个答案呢？等一下就知道了。耶，弟弟，告诉大家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林玉欣。玉欣，你猜这个纸卷条集合在一起会变成什么呢？洗车的刷子。你是说那种电动洗车的那个旁边的刷子，是不是？对。也有可能呢，会不会全部集合在一起变成好大好大的刷子？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电动洗车一下，一二三，好，现在我们数到三二一就一起点燃喽，三二一，哇！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！恭喜恭喜恭喜你！哇，好漂亮哦，苹果姐姐原来变成烟火了耶！没错，这就是我今天做的主题，叫做火树银花。纸花都是我们自己亲手做的哦，像现在放烟火是不环保的，可是呢，我们自己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动手做这个纸花的烟火，就是环保烟火。
起来不算什么，但是集合起来之后就变成我们今天的火树银花烟火秀。哇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团结力量大。太好了，所以今天苹果姐姐团结力量大挑战成功。耶，苹果姐姐，我们苹果姐姐快拍手。谢谢，好漂亮哦，这个我可要带回家。没问题。3、2、1，哇，来你看看自己摸到的这个是什么。对不对呢？哇，答错了！怎么会这样子？其实你让他们答错的时候，你很开心是不是？没有啊。然后加一下摸头鹰的眼睛，两个还可以当做那个举重的那个。好像啊，好像啊。时间到了。期待这个关卡了，没错，这关就要考验小朋友的触觉以及联想力哦。想起小朋友都很想玩了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赶快一起来看看游戏规则。两边队伍同时触摸箱子内的物品，知道答案按铃抢答后，到水管区讲出答案，答对可得一分，积分多的队伍就获胜喽。哇，小朋友都会玩了，那现在我要选队员了，谁想加入小蜜桃队？哇！小队员了，谁要参加苹果队的请举手。好，那我选尚维好了。尚维来，尚维尚维尚维，来尚维。那我们要准备开始咯。好，我们要把手放在洞口旁边。好，待会我们就要倒数十秒了，现在倒数十秒，计时开始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新抢的！哇，小蜜桃队抢到了！冰雪，你抢到，好开心的！赶快去那边偷偷告诉大家，你觉得是什么答案？啊？你看前面，多少项？像兔兔的。兔兔的是什么颜色？看看你。那你觉得答案是什么？是你，难对不对吗？哇，婷婷你好棒，好厉害哦，马上就答对了。尚维他们答对了，但是我相信你应该有答案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再去告诉大家你的答案是什么。好，像什么样？狮子。哇，恭喜你答对了，真的！哇，小朋友都很厉害哦。那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答案到底是什么，好不好？好，那现在我们一起数3、2、1，帮我们拿出来哦。来，3、2、1，将将将将，来从这边拿，帮我拿出来。哇，小朋友，这个是什么？那恭喜小蜜桃队的小朋友得到。进行第二回合。好，那这一回合谁要参加苹果队请举手。啊，好棒啊，那我选庆勋来。庆勋来，庆勋庆勋庆勋，加油加油。好，那现在换小蜜桃队来选队员咯，谁想参加小蜜桃队？哇，那我选博恒，博恒好有精神哦。博恒博恒博恒，手放在洞口了，我们倒数计时开始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抢答！抢到了！博恒，你真的知道答案了吗？真的？好，那你现在偷偷告诉大家。放在这边。哇，你们那一组的都很会按铃呢，很厉害哦。
起来。软软的还是硬软软的。香蕉。哎，对不对呢？哇，答错了，恭喜大姐姐。怎么会这样？刚刚清寻听到他们答错的时候，你很开心是不是？对，没有啊。可是我刚看你很有自信，你一定有不一样的答案，对不对？好，加油加油。来，这边来，继续啊。月亮的形状。好，那你觉得答案是什么？茄子。好，对不对呢？太对了！哇，今天好厉害，你好厉害呀！好，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里面的答案到底是什么，一起来数。小朋友，想要参加苹果队，请举手。我看到了，尹硕举得最快，来，尹硕，你到这里来。尹硕，尹硕，尹硕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好，那我们来猜看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类型，好不好？好，你看我们尹硕已经就育妹妹了，但是呢，我们揭晓之前呢，要先帮小朋友戴眼罩哦。手一个放在洞口，然后一个可以放在抢答铃上面哦。当你知道答案的时候，就可以按铃了，好不好，尹硕？好。那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呢？讲讲讲讲。好。那我们今天呢要选的主角就是叉子。好，叉子摸起来是什么感觉？小朋友赶快想一下哦，等一下就要找到叉子。好，那现在两队的小朋友都准备好了吗？数十秒，计时开始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哪里？六、赶快找出来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玉林，你找到了吗？好紧张哦，来拿出来给大家看看。哇，来你看看，自己摸到的这个是什么？叉子。哇，你好棒哦！啊，那是第一关呢。小蜜桃队获胜了，所以刚刚两分再加上一分，哇！那今天摸摸 PK 赛，恭喜小蜜桃队获胜！谢谢你，给你拜耶！但是我觉得苹果队的小朋友也表现得很棒，我们要自己拍拍手。哇！好，那接下来就换我自己要加油了，赶快来进行我们的想象力发光！加油！PK 的主题就是这个乐高，好紧张哦！那没问题，我们来猜拳吧。好，剪刀石头布，哇，赢了！猜拳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当然会加油。好，想象力发功，倒数计时开始。我觉得啊，这个可以当做小木偶的这个鼻子。我觉得这个呢，很像是那个通马桶的那个帮浦，有没有？哎呦哎，还有那个小蜜蜂的针，还有针。好，那还有就是如果放在路边那个路障，哎有像，然后这样可以当做沙漏。好，这样子呢，两个还可以当做那个举重的那个。好像哦，好像。那还可以当做扯铃，扯铃等等。这个还可以放在那个下面，当做那个直排轮的轮子，有没有？直排轮哦，对耶。然后这样一下。
好那个什么东西，就是那个呼吸的呼吸的。部落格留言。